首先，我们要来介绍我们所看到的图片。老师会练一遍，然后你们自己练一遍。这幅图描绘的是公园里的情景。这幅图描绘的是百货公司里的情景。这幅图描绘的是公园里的情景。准备好了吗？我们来复习一下。公园里，游乐场，操场上，游乐场，课室里，图书馆里，客厅里，海边，动物园里，巴士上，超级市场里，百货公司里。我们再来试一试。这幅图描绘的是百货公司里的情景。这幅图描绘的是游乐场的情景。这幅图描绘的是超级市场里的情景。在公园里，我们在公园。让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在公园里能做些什么。我们在跑步。